这下南宁王在对面，而且对面没什么控制，那么这个布甲鞋很关键。到底有多关键呢？就是特别特别的关键。然后啊，等到了14级的时候，这两只小猪很关键，这两只小猪可以让对面的貂蝉等下就死在我的小提琴手里。虽然打完小猪没有到4级，但是没关系，等下会有一波经验来的。好小子，你还敢在我这里跳舞？刚刚一打二打不过也是情理之中啊，情有可原。好小子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哎，没关系，我有布甲鞋。啊，先走啊，高手过招，点到为止。中线来了，貂蝉这样子他可能会跟我打啊，因为近着兵线他可能想秀我两波，随时准备演出啊。来来来来啊，要来了要来了。哎，我的那边就小子，你真别让我逮到你！你来打我，你今天你来打我，这两个残血我今天收定了！现在我的这个装备做出来以后，我就出山了。等到复活出来，看好，貂蝉没到，我有闪现，上面还有个理性。这一波不管再怎么样，我都能收这么一个两个。小子，我还打出理性一个闪现，哎，站在这里等死怎么样？你给我等着，等我复活好吧？啊，战绩200，我送给自己。我现在3700，对面貂蝉6000，虽然经济差距如此之大，但我还是跟他有一战之力的。打逆风，切挂，切记，不要上头，先勾引，知道吧？要等我们家吕布哥来，只要吕布能劈到他一刀，哪怕只是那么一刀就能打，是吧？你看，说了吧，能打。再等我200块啊，300块不到，我就真正的出山了。离这个鲁班远一点，我这一副要死的样子，看你樱桃发黑呀、啊！你要死啊！都出了，还好我没跟他赚一钱。你看现在马可波罗500块钱，瑶瑶公主300块，美滋滋，我一波肥。不过这貂蝉怕是不想让我走。哎，大哥，不要站一起。好的，闪现又好了，我感觉我应该能跟他打。喂，嘿嘿，小子，你真的是不要太过分啊！啊，我现在就是真真实实的出山了，兄弟们给我冲啊！我现在这样子，我怕你一个貂蝉，你给我跳舞啊！哥，你过来一下呀，哥！这貂蝉你要不叫人，你又得死，我告诉你。我感觉这下路能打，不过回头一看，鲁班，我给你刷一命，你樱桃发黑，你要被越塔呀，你还是走吧，得亏我来了，不然你又死在那里了。现在马上回头去下路，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啊。不过现在大招还没好，但是对面这几个人应该是不知道的，我就在后面放技能，慢一点，哥，不对，穷寇莫追，我走了，拜拜，都说了让你走吧，哥，你还是快走吧，你什么意思呀？要我给你演奏一曲狂热节拍不啊？你们三个人在那里想什么呢？一个个的还不走，不能被短暂的胜利冲昏了头脑，得先带线。现在对面只剩下一个貂蝉的话，你是真的怎么就打不怕嘞？你告诉我啊！哎，狂热节拍，我弹，接着不要被短暂的胜利冲昏了头脑，接着带线。但是我感觉对面可能等下会有人来带这波线的，所以不走，回头。小，你现在岂敢放肆啊？来。小子不要走，快跑，对下等下可能要来人。哎，不对啊，我队友来了，我跑什么？还有谁把小鸡给打了？我现在大招没好呀，哥哥们，你们怕是打不得呀。我弹，把你信抓了，可以安安心心的把龙给开了，开了龙就可以一波了。这南宁王，你要不你就过来打我，你不要在那里偷偷摸摸。快跑，完了，打不得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先溜了。现在有个问题啊，就是对面看到我开大，他们压根就不想跟我打，直接就跑啊。这貂蝉敢这么打，后面估计是有人的。我弹，都别走，把瑶瑶打死，瑶瑶不要跑。哎呀，完了，3秒真男人，又泄气了，服了。不过对面也没技能呢，我们应该还是能打。吕布哥一刀劈两个，好，干得漂亮一波。不要管兵线，一个个都给我叠塔，你知道什么叫做叠塔不？知道不？